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我好累呀，你过来帮我拿一下书包吧。妈，早上爸说家里没水了，要不我给小卖部老板打个电话，让送两桶水吧。喂，是小卖部老板吗？喂，你好，这是110报警中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的，能送两桶水过来吗？我家地址是三朵花园8幢901。哎，这位女士，你是不是碰到什么麻烦了，不方便说话？啊，是啊，你能快点送过来吗？我妈妈会付钱的。好的，你保持冷静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好。不对呀，老公。刚才咱们进门的时候，我明明看到他后退了2步，还有刚才他打电话的时候一直在那眨眼，他是装的。小姑娘，别装了，赶紧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拿出来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别伤害我，我把家里的钱都拿给你们。叔叔阿姨，你们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不是你哪来这么多废话？说这么好的房子，你就给我拿这么点钱？啊，叔叔，我看你俩翻箱倒柜这么半天，应该也饿了。正好这有干吃面，你们尝尝。嗯，那行，都给我了。谁啊？应该是送水的来了，送水的，你去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以为你还走得了吗？老板，多少钱？啊，一共啊1600。呀，我这现金没带够，这怎么办呀？我只是陪你来逛街的，我自己东西都没买呢。哎，小阮，你看我这东西都要了，多没面子呀！这怎么办呀？美女，没带钱没关系的，我们这里可以手机支付，来，我扫你。哎呀，小阮，你也知道，我这最近呢，刚买了一个包，这手上呀也实在没有什么钱了，要不然你帮我付一下吧。你说让我陪你逛街的。我没打算给自己买东西，所以我真没带钱。哎呀，小冉，没带钱也没事儿，这老板不都说了吗？可以手机支付的，那你付吧。琪琪，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我爸妈身体都不好，我手机这点钱还要供我弟弟上学呢。哎呀，小冉，你就帮我付一下呗，你这个样子我多没面子呀。可是。哎呀，你别客气了，咱们都这么多年的姐妹了，你还信不过我吗？过段时间就还你。可是你去年借我的2000块钱还没还呢。哎呀，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，再说了就2000块钱。这样吧，小冉，这次呢，你把这些东西啊一块给我付了，我过段时间有钱了，哎，一块还你。那好吧。哎，美女，你钱没带够呢，可以下次再来买。再说了，我们店就在这儿，又跑不了。不是我说，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别忘了，你可是做生意的啊。琪琪，你也知道了，我这个钱有急用，你可一定要还给我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赶紧付吧，别磨磨唧唧的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扫不了啊，可能是设备坏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再试试。你们等一下啊，我看怎么回事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还挺滋润的。啊，这个 SOD 面是我们店的新品，现在天气比较冷，皮肤啊容易干燥，用它可以当手霜、面霜、身体乳都可以，而且男女老少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它，保湿又滋润呢。一定很贵吧？行，那再给我拿几瓶。好。哎，小冉，你要买是吧？
一会儿呢要送我几瓶，我看着也挺好的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好了没有啊？啊，这样吧，要不我试试你的。你真麻烦。哎，可以了。不是，老板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美女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你买东西让别人给你付钱呢？再说了，你手里的有钱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这不是忘了吗？那我这次付了可就真没有了。小冉，那我下个月啊，没关系的，我刚刚失误把你的钱呀、多扫了2000块钱，等会我转给他。啊，不是，你服务好每一位顾客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美女慢走啊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来，我转给你。老板，你看，美女，你钱掉了。啊，哎，帅哥，你的钱啊。有病吧，这人，我的了。你去，赶紧报警！喂，石狗蛋儿，你上次看中那小姑娘啊？已经被我迷晕了，晚上带50万来，咱们两个见面交易。哎，哎，大哥，等一下，干嘛呀你？吓我一跳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是隔壁丫头毛巾厂的，是我们公司的新品，麻烦你帮品尝一下。去去去，忙着呢，没空。哎，大哥，这是免费的。啊，免费的呀？那我品尝完了，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啊，对对对。小妹妹，快快跟我走！嗯，这个鸭嘴毛巾使起来啊，既柔软又亲肤，而且不掉棉也不掉屑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，马上走，马上走。这个人怎么奇奇怪怪的呢？小妹妹，你没事了吧？我没事，姐姐，刚才怎么了？你被下药了，出门在外一定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，让坏人有机可乘。哎，小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好。董事长，你说咱们这样做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大家说了算。走，把送她回家。哎。喂，看什么看？走开！你给我老实点啊，老板，这个鸵鸟蛋多少钱啊？啊，这个鸵鸟蛋比较小，就收你10块钱吧。哎，我还要买点其他东西，可以吗？快点！老板，给我来9个台子，再来9条华子，啊，还有这干吃面，给我来5箱。9瓶台子，9条华子，还有5箱干吃面。995，不好，救救我，这个女孩有危险。哎，要这么多能吃完吗？老板，其他不要了啊，就要干吃面。啊，行，来，这个干吃面你们先尝尝口感怎么样。哎，姐，这不这2天刚进的货单吗？你看看数对不对呀？啊，对对对，行，你先去忙吧。哎哎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以为你还走得了吗？啊！